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经考古学家数十年的发掘，在印度河流域陆续发现了两百余处城市和村落的遗迹。其中最大的城市遗址是摩亨佐·达罗，在今天巴基斯坦信德省境内；和哈拉帕在今天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内。由于哈拉帕遗址发现的时间早些，学者们便把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称为哈拉帕文化。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范围很广。 从南到北相距约有一千一百千米，从东到西约有一千五百五十千米。一般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是达罗毗荼人。印度河流域文明体现为城市文明，但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农业经济之上的。居民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务农。这一时期的粮食作物有大麦、小麦，经济作物有棉花、胡麻，另外还有瓜果、椰枣等园艺作物。在畜牧业方面， 已经驯养的牲畜有水牛、黄牛、象、狗、鸡、骆驼、山羊、绵羊等等。这些驯养的动物既是耕耘运输的工具，又是人们肉食的来源。在手工业方面，有粮食加工、棉毛纺织、制陶业、冶金业和珠宝业等，这些行业都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当时的商业贸易不仅在印度本土进行，而且与西亚也有贸易联系。 印度河流域文明已有了城市建筑规划和极为完善的下水道疏通引导系统。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两城相距六百五十千米，城市建筑非常相似。它们的周长都在五千米以上，部分为卫城和下城两个部分。哈拉帕的卫城是用高十五米、基底厚达十二米的砖墙围成的，这里可能是统治者的居住区，下城则为普通居民区。 摩亨佐达楼的建筑规模较哈拉帕更为宏大。卫城的四周设有防御的塔楼，西部可见一处规模宏大的谷仓，南部有一组公共建筑物的中心会议厅，面积约有二十五平方米。东北部的建筑群中有一座很长的大厅。卫城中央有一个公共浴池，长十二米，宽七米，深有二点四米。南北两端的阶梯延至底部。浴池的北面有多间小浴室，室内堆砌的高台上放置着水罐。 应该是用来提供热水的。联系到普通住宅也大多备有水井以及洗浴的设施的情况，给人以古城居民特别爱干净、讲卫生的突出形象。城内的房屋大都用烧砖砌,砌成，规模和设施差别很大。穷家小户只有一两间简陋的小屋，与另一些广宅大厦形成鲜明对比。大户人家中有中央庭院，四周环绕许多间房屋。有一栋巨大的建筑物内，甚至还有多间大厅。 外带一个储藏库，另外还有不少引人注目的二层楼房。人们更诧异于古城的排水系统，它的完善程度令人瞠目。二楼冲洗式厕所的水可经由墙壁中的土管排至下水道。有的人家还有经高楼倾倒垃圾的垃圾管道，从各家流出的污水在屋外蓄水槽内沉淀污物，再流入有暗渠的地下水道。这两座城市，一个在印度河的上游，一个在印度河的下游。 表明这两个城市是两个互不相属的国家的都城。印度河流域文明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主要保存在各种陶、石、象牙制的印章上。迄今所知的属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字符有大概五百个。从遗迹当中就可以看出，当时印度河流域文明已经有了国家。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等大城市就是早期的奴隶制国家。 自公元前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部落，带着他们的战车、人马、牲畜、食物和供奉的神龛，一批接一批地从中亚经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涌入次大陆。雅利安人最初的故乡在南俄草原，后来他们驮着帐篷出外漂泊，寻找新的家园。其中进入伊朗高原的一支，成为了后来的米底人和波斯人；向南的一支进入了印度河流域。 亚利安意思是高贵的，这些以高贵者自居的白种人，把被他们所征服的皮肤黝黑的达罗皮图人说成是没有鼻子或者只有扁平鼻子、说邪恶语言的人，所以就称他们为达萨或者是达修，意思是敌人。在漫长的征服过程当中，亚利安诸部落同达萨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摩亨佐达罗最终被彻底摧毁。好了，今天就说到这，下次见。